被捡走，就没补到血。因为对，因为是我打死哈基，所以二零血没有补。好赚哦，好赚哦！我原本只想说先打死哈基，我在背后捅他。结果二零没有补到血，对不起。你觉得哪张地图比较好？雪地好像还不错。雪地最快啊，嗯，对啊，对啊，最快啊，没地方躲啊。嗯，最后一场啊，雪地。嗯，好，哇哦，噔噔噔，噔噔，巧克力签名。没有那个点位太多人知道了，刚刚旁观者都知道了。签名啊，天哪，本来好开心的。我真的好开心哦，这张地图真好玩，真好玩。小哎，箱子直接不见是怎样啦？你是不是在那里？你是不是在那里？他在哪里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哦。其实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哦，冰湖，冰湖，冰湖，看到了，冰湖。没有，你看错了。啊，摔到了。嗨。你看错了，他隐形，他隐形，隐形。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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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那个冰壶一样。哦，冰壶，没有，没有，没有，你看错了，看错了，加速。来了，来了，营地，营地。这里怎么没有香香？这里没有香香呢。看，隐形了，隐形了，隐形。又隐形。太多人了，这里。树林里，树林里，树林，树林。对焦，冲啊！你快到道具了！我是第一棒哎！哎，你好！哎，空箱，空箱！迪叔，迪叔，快到！哎呀，迪叔他在开车，迪叔我开车，上车，上我车！哎呀，我开超多箱耶！我开超多箱，真是崩溃！是用头啊！一开始会有两个道具，第一棒啊，第一棒。哦。然后我又再开了两个道具。哦。羊羊。羊羊。羊羊。我不养啦，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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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住在房子里呀？感觉有可能哦，因为外面羊羊在车车开车，旁边的洞洞，哇塞，羊羊开车那速度太快了吧？哇，我飙车了！等下，刚开车是杰克吧？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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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屁学啊！哎呀，是不是有人想要在宝可梦这？你飞？宝可梦这？宝可梦这？中间吗？你飞？你飞？你在哪？在哪？你偷偷跟我讲，我去保护你。没有。你可以跟我讲你位置啊，我们不会知道的。我感觉他在米菲啊，米菲，绿色帐篷，绿色帐篷，往房去了。我还想说绿色帐篷在哪？房子中间，宝可梦，宝可梦，宝可梦啊！宝可梦，哎呦，米菲想要玩宝可梦啊！很远，我陪你玩了，我陪你玩好不好？不要，你走开！米菲这里，这里超多人，这里超多人啊！快追快追快追！快闪！哦，这个隐形粒子效果是谁？是我，箱子还不见了呢。繁星也是宝可梦。繁星在桥下，然后手上来了。哎呦，这个还没抽成功。他要到山洞里。阿林上啊，阿林！阿林，蓝军，快让我死！好可怜！哇哇哇！死了 ！Q Q Q Q！ 我想去看那个箱子是不是臭恶灵？臭恶灵！臭恶灵！啊！我该这里，你马奇刚我也在原恶灵在这里，大家都在找团团，团团刚跟你在那边。哇！我恶灵在这吗？哪里？恶灵在这儿。恶灵去树林呢？恶灵，哎，很难吓到。肯定在跑啊！零零零，来哟！来哟！来哟！哇！二零很强，好梦哟！二零运气好好哦。对啊，运气其实都还不错。超夸张！耶，我是一个运气强的。感觉他在大宅。大宅会开车吧？对。哦，我看到他在大宅前面的那个预言家，预言家哎，真的。他在宝可梦，他在宝可梦往车子跑了。宝可梦有一个箱，宝可梦有一个箱。
啊，跑车子，好跑车子，他跑到车子，跑跑到车子，他还是想开车，开车子箱，用了吧？哦、快快快哇，很黑，很黑，很黑，快跑啊！太黑了，太黑了！你怎么？他在车子。车子这里，因为这里他停车啊，停车，他停车，他停车，他停车，还可以上车哦，可以啊，他怎么不见了？他跑去哪了？他怎么不见了？哎呦哎呦，隐形隐形了，最后李叔讲尖尾刀，怎么没有？哇，你是好梦呀，难怪想哎，小雨车子附近，车子附近通气，没有啦，哎呦，你跑很快耶，这里哪里？哪里？哦，这里，房左边、欸。没有，我没有看错吗？大房左边。哦，看一下。大贼房，大贼房。没有，他底数算这里，杰克也说这里。大房哪？大家直接报位，直接报位。哪里？哪里？我在麦块里面。你在哪里？我在我家。杰克，这里有没有？刚刚在大屋附近呢、哦。哇、wow, 啦！蓝色帐篷，红色帐篷，角落，往冰湖那里。我这里有帐篷哦。他想搭帐篷，他想搭帐篷。那我那个团好像还没当过哦。对啊，是我玩了。没关系，我也还没啦。迪叔，迪叔，迪叔，迪叔呢？你刚刚是不是一起抓杰克？这个是不是转的？转的，我刚刚真的完全追在你后面。你可以玩一下声友会啊！哎，我看到个一起搭帐篷，一起搭帐篷，哪里？快跑，迪叔，快跑！迪叔，哇，蒋瑶追到你了，迪叔，哇！快跑！看不到，跑不动，太猛了！迪叔会不会跑掉呢？宝可梦，你怎么自己喊出自己在干哪里？你怎么喊你的位置在哪里？你喊你自己报位，自己报位。你说努力跑，用跑的，你这样跑不过啊！哎呦，你这样位置回头砍了，哎呦，团团刚跑掉了。不要，没有，你刚刚已经跑掉了，哈基。哇哦！哇哦！你好猛哦！他这里猛猛的呀！没有啦！哇哦！哎，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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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你刚才发引擎哎！就是想说，刚刚都没看到，应该是在这里。酱油。我的箱子又在我眼前消失了，没了，你也要消失了，没关系，对，你也一起消失，哎，我跳不上去，哇，一抽直接到，那第二抽直接到，没有，我第一抽没抽到，箱子直接不见，饭团，你刚刚一直在偷偷跟在我后面，真的，在哪？旁边，二零坏蛋。那我去树林找，帮你看一下，帮你附近看看吗？啊，这里怎么没箱？哦，有啊，很近啊，这里，哦，这里有，哪里？哦，这个没有，有啦，你不要掉头，有啦，真的，在这里，哦，在这里，哦，好大头。那个好棒哦！哇，可能不见了，可能很近啊，冲了，他躲起来，他在躲，哪里很恐怖啦，保底耶，对啊，不相信保底都是假的，我是你说冲了啦，团团，冲了啦，还犹豫什么？哇，哎，看到，啊，刚保底在战斗场啊。保底在宝可梦那里，对啊，在宝可梦，我已经暗示很明显的保底了。保，原来是保底。那巧克力刚是在这里啊？巧克力没有啊？没有吗？没有。没有。宝可梦是不是冲啊？不是啊，宝可梦这里怎么没有？没有啊，是说刚刚啦。燕子，每一回合不一样。燕子呀，哎呦，在宝可梦这里。好像，
哎呦，哎呦，好可怕，好可怕，哎呦，嘟嘟嘟，哎呦，巧克力这里，哎呦，哇，这边可能要，这边可能要三抽哎、欸，对啊，哇哇，我跑进来了，你说你跑进来了，这里这个背景也是蛮适合巧克力的、啊，嗯，对啊，我要去外面，我要去外面，不是啊，这全部都是雪地啊，我在进来了，这需要三抽。欸你可能要用一下魔法之类的。你要抽一下。哎呦，这里有一箱，有一箱。抽喽，抽喽。空箱。空箱。送你们，送你们。不是，我说要三抽啊。哎，二零，二零，二零。二零这里很强哎。哎呦。他刚在大宅，他刚刚在大宅。哇，这个也是很会折合。二零，二零这好会哦。你们知道吗？刚刚宝可梦那边真的有，没有？那他们都在那里，我当然要说我不在那。二零刚刚在大宅，你 是跑走了？哇哦！哇哦！二零下去了，看到他出去大宅了。耶耶！他也想要去宝可梦，摔伤不应该跳的。宝可梦箱没了，还要去台车？你还没有遇三家、啊？哇，你这里好可爱哦！哎呦哎呦，没有，你的错觉都没有。哎呦，又回大宅，又回大宅，团团。蓝可金，蓝可金，他很会绕哎、欸！赶快再回大宅，点开你的商城，加油，努力追！金可金，该买了。对，你在后面，加油，可以。哦哇哦哇太会闹了吧好会哎呦哎这好贵哦哇哈哈我是预言家我就知道你会走这酱油在这哎哎哎呀哎是不是有人在附近啊酱油导游快跑酱油快跑哇酱油跑去哪酱油我看不到你啊酱油来看一下几抽我来看一下我几抽能中哦他刚刚在大宅跑去哪里了、欸啊？哎呀，反正你只看同一个。大宅有没有？哦，在这里有。哎呀，可惜没抽中。啊，可惜，可惜，被别人抽走了。哇，保底就被人家踩在哪里？对啊，下一次的地狱之星的机会有20%哦。哇，假的。酱油有出来找吗？希望下次得奖者就是你，这样还是你规则。酱油在那个树林，然后往那个这是哪里啊？在往雪屋的路上。酱油，酱油，酱油，快跑，酱油！哎呦，真的跑成功了！还有下一回合，那就是团团了。换我了。团团，我还被卡住。你再来看这个吧。啊，我又被卡住了。哎，酱油，在哪？在哪？在哪？酱油。酱油，你有看到吗？啊，有，还在树林。没有，没在树林，没在树林。他朝那个冰河那里去。哎呦，哎呦，而且他脸抽了。只抽而已啦。有没有？三抽啊，三抽都没有。后面有酱油，哦，他跑出来了，酱油行不行？要灭门了，看不到，要灭门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喂，完了完了，我要死了，你跳不动了，我女王跳不动了，你跳不动了，跳不动了，快快，为什么你跳不动？完了完了，哎，快，很近。哇塞！哈哈哈哈哈！跑！看到巧克力的脸就直接害怕。我是怎样？听我解释。啊啊！竟然没帮你支付，天哪！对啊，师傅，听我解释。我不听，我不听。不是，团团，你最后几抽了？三抽吧，抽三抽还是没中啊？还是都没有。啊，这个地图好玩，
猎杀战争。最衰的，今日最衰的，飞团团末世。对，我已经把东西用在别的地方了，没关系，这样也好。休息啦，休息啦，辛苦啦，休息啦，休息啦，接晚安啦。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啦，希望大家还会喜欢今天这个猎杀战争。想不到最后团团依然还是没有抽到他的地狱之心，原来这是运气游戏啊，希望大家还会喜欢啦，喜欢的话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留言并且订阅我们，咱们下回再会啦，大家拜拜。